整个飞机呢空中遭到了雷击，急着逃难，你手上还有行李，二航的空姐用脚把乘客踹出机身。飞机不是纸糊的，雷击就烧掉了，不可能。飞机遇到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失火，十分钟之内这飞机一定会烧成灰烬。翼展有110公尺，今晚六点，国民大会。